们这里有一些神秘的空投啊，你带上你的兄弟们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神秘的派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办 party 吗？不是，我们把前面这些东西清清吧。我来冲这个小鸭子。哎，你要做饭吗？今天你俩要吹这个。我感觉到它的难度了，好解压呀，弄这个，哇，好爽啊，我翻了，干嘛呀，他们？啊，我掉下去了，哎呀，小心下去了，我也想下去，屁股在我脑袋顶上。行走江湖多年，靠的是对调料的精准掌握。哎，你看这是辣椒油啊，这是香油，对，直接吃吗？爆鱼怎么吃啊？做，怎么做啊？磨的。冰哥，对，大哥说他想跳下泳池，跳。冰哥是不会把我扔下去。看着三亚的美景，吃这命。This is life。我可以在这洗一天澡吗？